我现在要介绍两个嘉宾。说长腿的妹妹，长腿的妹妹。今天就是他们来解释喽，拜拜。这是什么？就是龙虾的浓汤，然后有看到真材实料的龙虾。吃货感有什么？非常好喝。我觉得龙虾汤还是味道还是比较丰富一点。什么感想？感觉像吃蜗牛的感觉，像吃蜗牛的感觉。我觉得蜗牛一开始有香草的香味，可是到后来会有蜗牛本身的味道，就好像有一点点的腥味，就是不是我们平常吃得到的味道，但是也还蛮特别的。好了，看这个牛扒，多红多热，是 medium 的，但是那个 sauce 不知道是什么，试看一下。哇，不错哦。它质感有点软软的，就是说它不会完全不会硬，一咬它就是入口即化了，拜拜。就是虾的炖饭，然后它上面这些泡泡啊是lobster immersion， 就是说它是有 infused lobster 的那个风味，虽然没有龙虾在里面。就是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Houston Restaurant Week 这个 event， 就是说Houston 每年的整个八月到九月初，可能九月一号、二号 Labor Day 的那个时候，这整个月呢都会有 Houston Restaurant Week 这样的 event， 那就是会有一些参与的餐厅会提供 Houston Week 的 menu， 比如说可能有 lunch 跟 brunch， 那是$20的价钱，然后 dinner 的话有两种价位，有可能是$35，比较高档的呢就可能有$45。那他们主要是会捐出一部分小小的金额给Houston Food Bank， 然后提供给一些贫穷的孩子，让他们有就是一些餐费啊，会提供一些 meal。 所以其实你来享受美食，其实一部分也是在做公益，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活动。甜点呢，记得分享、跟订阅、跟按赞哦，拜拜。